我现在都是完全陪儿子，哦、他喜欢滑板，哦，那其实我不会，对，那滑板是还蛮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还蛮困难的，对，但他就很喜欢，但我就陪着他，就看着他滑，就有一次我就陪他滑，然后我摔个四脚朝天，然后反正好玩啦，现在反正爸爸就是陪着孩子嘛。那他最近也喜欢打篮球，我觉得也很好。那我之前就打篮球，反而可以跟他一起互动，然后教他投篮啊，教他运球啊，三步上篮啊等等。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跟儿子有共同的嗜好，共同喜欢一项运动。因为之前他喜欢滑板，我还真觉得哦，对我有点困难，因为我以前没有接触过。谢谢儿子，他也能体谅每天看不到爸爸，因为爸爸早出晚归，早上起来爸爸已经出门，晚上睡觉爸爸还没回来，他很谢谢他每次会看到爸爸留言给他留个字条，他如果周末有机会碰到爸爸他也会回应，所以很谢谢他这几个月爸爸没有时间陪他去玩滑板陪他打篮球，但是爸爸相信忙完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的带你去玩滑板，去打篮球，带你去逛书店，带你去看你想看的电影。